很棒哦，好多人哦。嘟嘟常常玩的玩具大兵，呀，好奇怪呀，耶，摇，对呀，这是车车，小汽车、公车、娃娃、美人啊，我们可以再继续排狮子、大象哎，对啊，好多。绵羊、企鹅、乌龟，你都把它们排好，是不是？好，排好。对，有小、中、大，走路。小心前面有一颗蛋哦。对，车车。哪一个？它那没办法按，没有按钮。耶！排好，得排好。没有排好，对不对？还好，好，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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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我们再去找妙珍阿姨，还有慧文阿姨。但是我们那时候去找妙珍阿姨，阿姨送给嘟嘟的车车，到现在还是觉得很好玩。常常出去外面的时候，还会带小汽车一起去。喵喵，就喜欢喵喵车车吗？喵喵，喜欢。爸爸，哇哇哦，哇哇哦！还好。好，这样，好吗？有拍好了，哇，车车跑走了。哎呦，还好还好。你要去哪里？你要被风吹走啦！被风吹走啦！被风吹走啦！对，那边有一台车车。哼哼，那婴儿车。对，那边黑黑，因为妈妈没有开电灯。这边有点黑黑啊，因为这边电灯没有开。那我们要去睡觉了，哇！起床的时候，就亮亮了，天亮了。好，我们再来排动物，好不好？一起排队。